哎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兰纳咖啡啊，我们是一家获得了美国 SCAA 精品协会认证的精品咖啡馆。我们是专门做云南咖啡的，主打云南咖啡。然后我们也是在云南那边有自己的种植地，然后有自己的烘焙厂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保证了豆子的新鲜，也方便我们控制豆子的质量。我们为什么做中国的云南咖啡呢？因为我们的老板 Brian 他从小是在印尼那边长大，会发现很多咖啡馆其实都用进口的咖啡豆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中国云南的豆子也是不错的，就想证明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中国也是自己有好的咖啡豆的。所以说呢，他就去云南那边自己有找咖啡农，然后试豆子，然后试烘焙，经过了几年，然后后面有了我们自己的烘焙厂，现在有两家咖啡馆啊，包括我们设计的灵感也是由云南那边来的。我们店里的大理石啊，还有木质的材质都是照着云南那边的灵感来的。我们就是想要大家在这个节奏快的大都市，可以有一个可以放松下来，然后休息一下的一个地方。